人手一根巨型大龙香，枪客来到龙井天公庙，想要上达天听，全仰赖直角求签找答案。一旦抽出签师，枪客很有默契的往办公室集合。我觉得8到10分钟吧，可能每个人的问题不同。我问了比较久，问了大概15分钟左右。太忙，因为只有一个人在解。不止一签难求，也难解，因为一张长桌，香客与解签师各坐一边，同场10多人都在等待解谜经。其实求签过程大同小异，获了签文后得先填写解签单，接着排队等解签师说分明，没能在场的民众能打电话解签，这项服务突然喊卡，已经很多人了，里面很多人又要电话解签，来不及，怕来不及哦，没办法，趁空档先帮香客新车进车，再回座位上，一手拿秘籍，另一手看着签文与解签单，他就是天公庙70多岁的资深解签师，需要专人解签不是没有原因。看看天公庙的甲子签，第一句是今日云霄结善缘，一般60甲子签的第一首内容则是包公请雷惊人宗，内容完全不一样。一般签文还能有解签本能翻阅参考，天公庙的签文与众不同，难怪得由专人翻译。北京改十多年啊，叫来改，没再改，那这是含义很深了。解签师每天上午10点上工，下午5点收工，扣除休息时间，如果每人解签需要10分钟，解签师就得与30多人进行解签车轮战。庙方只好说声抱歉，取消电话解签，想透过电话解谜经，暂时卖个卡。三立新闻王子与张君栋台中采访。